在这个 diagram 它的 fx 是 sin x， 就是3乘以 x， 我放 x 进去我乘 3， 所以它之间的关系是乘 3， 1乘 3， 3 2 3 6 3 3 9，所以这个是3乘3等于9，然后4 32 5 35 5乘以3，然后它是15。So 它叫你找 A 跟 B 的 value， 所以 A 是3乘3 9， B 是那一个5乘3 15。其实它的 domain 来讲 X 在1跟5之间，然后它还要补充一句 X is integer， OK。然后如果它没有 integer 的情况之下 1.1 1.2 1.3 1.01 1.02 这些都应该也要在包括里面呢， OK。 如果我现在纯粹只是这样的话，它应该要讲它是 integer 啦， OK。 所以我们的 A 我们就写 A 等于3乘3等于9，然后我的 B 等于3乘5，然后它会变成15， OK。 就是这样啦，嗯。